大家好，我叫林奇。大家好，我是林奇。我是 Chris Lian 的族系波亚斯和路德的组员，亦都是日间学房一年级的全修生。我是 Chris Lian 的族系波亚斯跟路德的组员，也是现在学房的全日一年级学生。我在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长大，我自小认识神。我在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从小就认识神。但是当我爸爸还是传道人的时候，他被教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停了他的职事。但当时我爸爸还是传道人的时候，他被教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停了服事。我们一家人随着我爸爸去了不同的教会服事。我们一家人跟随爸爸到了不同的教会来服事。在不同的教会，我见到不同的问题，所以我得了一个结论。在不同的教会，我看到不同的问题，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天下乌鸦都一样黑。我觉得天下乌鸦都一样黑，而神亦都冇施行公义，而神没有施行他的公义，所以我就选择咗职场，我放弃咗神。所以当时我选择了职场，放弃了神。咁的确喺之后嗰几年咧，我升职升得好快。的确，之后的几年我升职提升得很快。但系咧，我亦都因为唔识得排解自己嘅压力咧，导致自己情绪出现咗问题。但我也因为不知道怎么排解自己的压力，出现了情绪的问题。咁喺我当我想寻求帮助嘅时候咧，我就跟同事嚟咗六一日。当我想寻求帮助的时候，我就跟了我的同事来到六一。咁所以当我嚟到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想做下礼拜，唔系好投入嘅。其实我刚开始来，我只是想做做礼拜，我没有很投入。咁但系咧呢度有一样嘅事情咧，让我觉得好特别，亦都令我留低嘅。但这里有一件事情觉得很特别，这是让我留下的原因。就我发现咧，原来呢度嘅牧者咧系会喺台上面公开认罪。就是我发现这里的牧者，他们会在台上公开的认罪。咁我嗰时就谂啊，呢只乌鸦都唔系咁黑，可以留多阵。我当时觉得这里的乌鸦好像没有那么黑，所以我可以多留一下。咁嗰阵时咧，其实我组长咧一直都劝我要读学房嘅。其实当时的组长一直劝我要读学房。但我一直都拒绝他，因为我说我没有再听到神的声音。但我一直拒绝他，因为我没有再听到神的声音过了。直至到去年十月，我和我爸爸去了西藏旅行。直到去年的十月，我跟我爸爸去了西藏旅行。当时因为高山反应引发肺水肿。当时因为高山症，我引发了肺的水肿。当我被送入医院之前，我血氧跌到得翻30。当时在我被送到医院之前，我血里面的氧气跌到30。咁啊，喺西藏瞓咗五日医院，白车抬上飞机运翻香港。我在西藏住院了五天，然后呢，被救护车送上飞机，然后回到香港。咁喺香港休养嘅期间咧，我开始谂，其实我人生为咗啲乜嘢咧？我在休养的期间，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到底为了什么。我已经翻教会啦，即系叫做我对我父母都已经负责啦。我已经回到教会里面，也就是说，我对我父母已经有了一个交代。咁我亦都喺之前嘅赎罪日咧，公开喺小组同埋父母面前咧，承认我喺离开神嘅时候所犯嘅罪。而我也在之前的赎罪日，我在小组面前，我在父母面前承认我离开神犯了罪。咁都叫对神负责啦。这样也对神负了责吧。咁我余下嘅人生应该系点样呢？那我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样？每日翻工放工，然后等上天堂。我每天上班下班，然后等着上天堂吗？咁所以我祷告寻求神，亦都有神嘅印证，所以我结果去咗六 A 嘅学房。于是我祷告寻求神，也得到了神的印证，结果我就来念学房。咁但系我读学房嘅时候，我仍然带住好多传统嘅框框。但我来念学房的时候，我带着很多传统的框框。咁我哋教会系圣灵开放噶嘛？咁强项系圣灵啦。我们教会是圣灵开放的教会，我们的强项是圣灵。咁圣经就真系未必系你哋强项啦，我应该会靠翻我以前传统教会嗰套。那我就觉得圣经应该就不是你们的强项，所以我应该要靠我外面的那一套。咁而加上我亦都好想追翻我离开神嘅嗰啲时间。加上我也很想追回我以前离开神的那段时间。咁所以喺学房嘅初期咧，我除咗读学房啦，我亦都喺出面嘅神学院读紧一啲经卷课程。所以我在入学的初期，我也在外面报读了很多经卷的研经课程。咁我亦都会追一啲出名嘅讲员同埋一啲嘅圣经讲座。我会去追一些很有名的圣经嘅讲员跟讲座。咁但系慢慢咧开始发觉自己个人好分割同埋分裂。但慢慢我发觉自己的人变得很分割、很分裂。喺学房嘅时候咧，就对老师嘅讲课咧好多批评论断。在学房的讲课，对老师所讲的很多批评跟论断，即系我会话你呢段经文系咪真系咁解噶？我也想说，你的经文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解释呢？你个教导好，但系咪扣呢段经文呢？你的教导是好，但是是不是可以扣得上这句经文？咁慢慢心入边有好多嘅怀疑同埋苦读喺度。慢慢我的心里很多的怀疑跟苦读。
咁我就甚至乎怀疑神，我系咪听错神嘅声音？神应该带我嚟读何房？甚至开始怀疑神，我是不是听错你嘅声音？我是不是应该来读学房呢？咁喺个灵命跌到落最低点嘅时候，神光照我。在当我灵命当时跌到最低落的时候，神光照我。他让我明白到咧，我一直好想用自己嘅表现去证明我自己。他让我明白，我一直很想透过我的表现证明自己。但系神想要嘅系我顺服佢嘅心意。但神想要的是我顺服他的心意。所以我就决定放低自己嘅框框去顺服神。所以我决定放下自己的框框来顺服神。以前对于我来讲咧，操练方言系好困难嘅。以前对我来讲，操练方言很困难。无论我嘅客观定系主观咧，我都觉得操练方言系唔 make sense， 亦都唔 logic 嘅。无论是我的主观跟客观，我都觉得操练方言是不合逻辑的。咁但系听到神嘅教导啦，咁我顺服去操练方言。但我听了神的教导，我就顺服我操练方言。好感恩，每一次操练方言嘅时候，好感受到神嘅同在，亦都好神好感动我。感谢神，每次操练方言的时候，神的同在很大，神也很感动我。其后亦都喺再次去苗圃八福嘅时候咧，我肯定咗自己真系领受方言。之后我在报读苗圃八福的课程之后，我很肯定的自己已经领受了方言。冇耐咧，我跟学房去印尼短宣。过了不久，我跟随学房到印尼短宣。咁喺当地咧为第一次为陌生人去先知祷告。我在当地第一次为陌生人先知祷告。咁亦都咧喺当地嘅祷告塔入边咧去祷告。也在当地的祷告塔里面来祷告。圣灵好大嘅工作，好大嘅浇灌。圣灵很大的工作跟浇灌。呢一切一切咧令到我明白到咧有更大的信心去跟随神。这一切一切都令我更大的信心来明白神，跟随神，亦都让我明白到我要放低我自己，来到去被圣灵来到去改变我。也让我明白我要放下自己的框框，来让圣灵来改变我。咁我而家咧上堂听书，听到老师讲咩啦，仲会做笔记。所以现在我在上学上课的时候，我很专心，而且还做笔记。咁我身边嘅同学咧，亦都同我讲：，哇，你放松咗好多，你以前好紧张噶，喺学房初期。我身边的同学都开始跟我说：，你放松了很多，你以前是很紧张的。早几日副班长仲特登走嚟同我讲。前几天副班长走来跟我说：，佢话：，哇，你知唔知你以前啊？你知不知道你以前啊？老师喺度讲书，你翘埋只手，皱晒眉头，都唔知喺度谂乜。老师在台上讲课的时候，你就是双手插胸，然后坐着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上台带敬拜，你坐呢边咧，我一定唔会望嘅。我如果上台带敬拜，如果你是坐这边，我一定不会看向你那边。因为你的眼神永远是透露着质疑的目光。因为你的眼神永远都是透露，质疑的目光。但感谢主，他说我现在改变了。但感谢主，他说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感谢神啦，他不断地来到改变我啦，给我有更多的恩赐和服侍的平台。感谢神，他不断地改变我，让我有不同的恩赐跟服侍的平台。我去过施恩座参加敬拜啦，有影音服侍啦，亦都有神国艺人。我有到施恩座有敬拜，然后我影音的服侍也有参与过神国艺人的服侍。我 join 咗学房的先知队，为不同的人祷告和祝福。我参加了学房的先知团队，为不同的人祷告祝福。在我组长的经济帮助底下，我参加了各班。在我组长的经济的支持下，我参加了号角班。感恩被拣选成为号角队的成员。我很感恩被拣选为号角队的成员。而最特别的是有一间传统的教会邀请我在他们献堂礼那里帮他们吹角，带来祝福。最特别的是有一家传统的教会，他邀请我来到他们的教会来吹角服侍，为他们带来祝福。我感谢神，这一切都是由我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放低自己的框框开始。很感谢神，这一切都是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框框，跟随圣灵带领开始。神让我放低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框框，同埋自己的批评论断。神让我放下自己的骄傲、批评论断，还有框框。冇错，唔同的教会是真的有不同的问题。没有错，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的带领，但如果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的带领，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用生命树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的问题，用生命树的眼光看待所有的问题。我宣告我们的神一直坐着为王，掌管一切。我宣告我们的神一直坐着为王，掌管一切。感谢赞美主。